白雪，你干嘛？啊？你在里面干嘛？啊？白雪，白雪，过来。坐，坐，那给个磨牙棒给你，不要咬墙了啊！你去哪里啊？过来，啊，在这里吃啊。白雪，那你看他很开心。好了，这次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让他慢慢的在这里磨牙吧。